用翅膀，冬天为你暖旧伤。今天让心晒晒太阳，雨天你的眼泪成汪洋，让我为你抚干你的脸庞，让心飞往梦想远方，手放开，路更宽，拥抱更多想象，有你一直陪在身旁，闪一线清霞，这纯美是心。 这纯美时光，告歉，变一下。 阿伯，准备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刘老弟来着。哎，好啦，你两个好讲的，来，你来。我先你来哈。阿伯好，你好我讲啦哈。传媒，我们不要结这婚好不好？不然我们去公证，要不然跟着私奔好了。为什么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很多事情很烦，很讨厌了。他们还有那个什么……一定发生什么事？来，跟我说，慢慢说。 就我爸妈，他们昨天在讨论，咱两农哦要去个日子看好啊啦，有两个死神啦，一个是卯时，啊一个是己时啦。啊，就是讲伫个早起是7点进前，啊，搁有这个11点进前就对啦，吼。对，好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人是讲时头哦，入门搁较好。 安尼哦，啊，就是讲6点进前，卯时嘛，吼。对啊，对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啦，吼。哎，龙龙啊，啊，你再去甲孙美啊因兜的人讲一下啦，吼。啊，另工吼，咱再来去哦，摕这8字啊，甲因超时间啦，吼。6点进前入门，敢会收早啊？安尼孙美3、4点就要起来，而且前一天我阁拜天公呢。 安尼我嘛免困啊！安怎样？6点入门收早啦。早是有较早啦，哎呦，啊，毋过一世人嘛咱一届尔啊，一天啊忍耐就过啊啦。嘿啦，咱要做哦，要做较上好个啊，别日啊，该袂用看无。即哦，讲来讲去，拢是为着你好咧哈。对啊。对啦，啊，咱12项哦。 来共传落食咧，你逐项拢爱看着，毋通到时阵哦，共当现金装准入煞咧。哎呦，袂啦袂啦，嘿，我知影啦，12项我看甲嚼啦，咱安尼规个安尼送过去哦，啊，毋知袂用讲，咱足凊彩对无？妈，啊嘛有对用知影讲哦，咱两个对春妹哦实在是足用心的啦。是啦是啦。龙龙要娶某啊！对啦，你也敢若袂输啊，袂着做着，大家着爱人人娶啊。哦，我当然娶咯，你。咱欢喜要抱孙啊。 什么代志拢你来注意，逐项拢照你想来行。敢不一定安尼做，我的婚姻才会幸福起哦。我才配得起孙美，有自家做因兜的囝婿，袂互人看无。到底我结这婚是要创啥啦？就因为这样，这样就很严重了耶！结婚就我们俩的事嘛，那现在变成好像大家的事情一样，然后每个人都有意见了，每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，唉。 爸爸妈妈一定是因为关心，希望把你这个婚礼办到最好，不是吗？帮我把婚礼办到最好，那我们的婚姻就会幸福美满吗？万一不是呢？我该怎么样对他们，还有对你家交代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小美，我们就不要管他们，我们的婚礼啊，简单办一办。 然后婚后简简单单的过生活，一直到老，这样好不好？为了我，也不行吗？柔柔。 我希望我的爸妈可以把我开开心心的嫁出去。你一定也希望可以让你的爸妈安心，不是吗？如果我现在就答应你了，然后把婚礼这样简简单单的办掉，以后我一定会怪你，然后我们每天不断的为这个事而争吵，那还能开开心心过日子吗？ 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回去了。柔柔，不要想太多啦。我不是想太多，我是想太少，才会想结这个婚呢。 我先回去了。老师，暑假快乐，结婚快乐，我们都很高兴，又好好念书。我阿公都说我们大队接力第一名，我爸爸都说我们是一级棒，只有猪太强最可怜。不过老师你放心，我们会帮他的。 谢谢你留着，要好好照顾阿嬷，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，知道吗？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跟蔡老师讲，他会帮你。老师有空也会回来看你。 老师走喽。老师真的要走喽？陈爱霞，你乖，老师有空一定会回来看你的，好不好？老师。 照顾阿嬷。对啊，陆老师，他也不是故意要离开你们的、啊。他结婚了，要搬到台北去。你要乖啊，以后有事情的话，我会像陆老师一样的帮你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让老师走啊。 最乖了，要听阿嬷的话哦。我会听老师的话，好好照顾阿嬷，照顾家里，不让爸爸担心。我会像阿嬷说的，做一个男子汉，让全家依靠。老师知道，你一定做得到，一定做得到，对不对？ 对，因为我是第一名。对，你是第一名，你是老师心目中永远的第一名。真的没想到，当初你拼死拼活让这群小朋友得到的第一名，现在对他们来讲真的那么重要？每个人都需要被肯定啊！我们也一再在被别人肯定当中肯定自己，不是吗？从来没有想过。 孩子教久了，真的可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刚刚跑出来抱住我的样子。就算你不是因为结婚要调走，将来他们也是会毕业，一样会离开你呀。我知道。 我只是真的希望，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可以陪在他们身边。孩子还那么小，就要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，他一定很害怕。都是这样的啊。你要结婚了。 你也要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现在你先生要负责一个家庭，从一个男孩子变成一个要负责家庭责任的大人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害怕？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像你刚刚抱着朱泰祥一样，支持他，关心他。 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陪他走一段。你们说绝对，我选择了可能；你们说无疑，我选择了未知。你们争相批判我，以柄战绩的凿子。 上啊！多姐搞晕了！上啊！春妹，你怎么会来？我来和你爸爸商量婚礼的事情。啊？和我爸商量婚礼？你等我一下。 你真的把婚礼取消了？嗯，真的假的？你之前不是说不想结这个婚了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时间上那个，不是啊。啊，我知道，你只是不想那么早结婚。对，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时间跟那个。我把时辰改到10点了。哟。 而且我告诉你爸爸，不管是6礼还是12礼，反正你全部都不懂啊，所以结婚的事情通通交给我处理。真的这样跟我爸说哦？嗯。你是不是觉得你一定要做一个别人眼中所谓的好儿子？ 好老师，甚至是好老公，所以你不想拒绝任何事情，也不想让任何人失望，所以你压力很大。但是不需要。啊？我说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不需要去做别人眼中的好老公。 或是街坊邻居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啊！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意思是？不要管他们了。啊？你之前不是说，结婚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吗？所以就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啊。我也没有当过太太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太太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学。 一起往前走，你压力不要那么大啦。结婚呢，就是让所有人都开心。我们的父母要开开心心，你也要开心，我也要开心。我们谁都不要妥协，但是我们要协调。只要你开心。 我才会开心。小妹，真的很对不起，什么事情都让你处理，都让你去说。谁说不是都一样吗？哎，拜托，6点哎，叫我6点起床，那几点睡觉啊？睡没几个小时，那钟哦一点都没睡耶，我才不要！当然要去抗议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回笑了哈。好啦，我没有跟我爸妈说不回家吃饭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走了。好。路上小心哦。嗯，拜拜。 这孙美啊，真正是一个好查某囡仔。啊，为着你的代志，啊，都还袂入门呢，都敢直接来找我参详。你这摆啊，真正要娶一个好某。对啊，以后比我较有气魄。嗯，你搁敢讲？人个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就遮尔有胆量，啊，你查甫囝呢，你拢袂歹势啊。 知影，阿爸吼，也无读啥物册啊，含人讲话，一世人哦，就甲人离远个做这工课，所以阿爸对你的期望足重个。我知影。你看这条啊，即摆安尼一丛一丛徛挺挺，等伊若结穗的时阵吼，伊就会愈淡，稻啊若愈把穗，头就愈淡。爸，我知影，做下谦虚，我会记。我嘛亲像稻啊同款哦，徛好直直。这查甫人哦，爱负的责任，我拢会担起来。真好，爸，感谢你，遐尼用心哦，替我办这个婚礼。来就好，呀，等下食饭啊。 这束新娘衫哦，实在足适合你的啦！你来看，啊这布料安尼幼咪咪啦，啊恁阿爸佫也设计哦，实在足适合你的啦！今仔日哦，一定要你做一个上水、上水、上水的新娘。这是因为你甲爸眼光好啊，手艺好，啊甲我经济吼。 布料拢遮水着，还佫遐尼用心替我斟酌。因为你是阮上疼、上疼、上爱查某囝。好啦，我来摕物件者。嗯。嗯哎。 我先甲你讲哦，你千万袂用哭。啊，遮个内哦，早间要出家啦哭，对后头就唔好。爸爸，你记唔对啊？是新娘的妈妈袂用去哭，新娘一定爱哭，而且爱哭愈大声吼，后头厝会愈旺。哦。 是安尼哦，嗯，哦，安尼好，我妈妈知啊，该知就好，嗯。哎，你就唔要甲我讲，你还准备要哭？我会嫁我家己喜欢的人，搁上爱我的爸爸妈妈，给我上好的祝福，我就幸福的。这哦，是我一生对你上大的寄望。这纯美时光。人客拢回去啊？有关系无？以后啊，这里就是你的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你忍耐一下，这里跟你原本住的家环境不太一样。 不过，等到开学我们去台北，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家。只要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，哪里都是家。只羡鸳鸯不羡仙呐。 我要去洗澡，我很累。我帮你准备。嗯。爸。 你要换的衫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啊。爸。阿妹啊，你告诉我，考入大学，我想要做艺术家还是画家？我想要继承咱厝内彩虹农苗饼，爸，希望你能健康就好。 对，嗯，我知。阿庄啊，辛苦啊！阿庄啊，辛苦啊！你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？ 中啊！啊！阿美也嫁出去，我上天早嫁嫁出去，变成别人去。阿爸个身躯无人替我穿衫裤，我也无要洗身躯。好啦好啦，我知你心情无好。 啊，毋过，查某囝总有一天嘛是爱嫁出去啊！啊，较算你若真正想伊，无咱另工找一个时间来台北找因，吼。我袂洗身躯，我一世人袂洗身躯啦。哦，莫洗莫洗，吼。怎么了？ 以前拢是我来甲阮爸款身躯变换衫裤，春妹，来，没关系了，你哭出来，你现在不用再忍耐。 现在爸爸妈妈都看不到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们看到了会担心你，好。我是嫁出来，我读书、教书也都没有住在家里，可是。 为什么我现在心好痛？想我爸，我想念他们。嗯。所谓父母、子女、夫妻，就是这样吧。当父母的，只能看着儿女不断的长大、离去；而当子女的，只能看着父母不断的老去。陪在身边的，到最后还是你的另一半。 哪个轻，哪个重，哪个该放下，哪个该提起，这样切不断的挂碍，是一生的课题，也是一种甜蜜的负荷吧。 嘿啊，这包嘛袂细包嘞。哦，三句话，迄包嘛足大包诶。嘿啊。遮吼，1万块，啊，摕互咱弄弄啊，后去再白加车吼，通好生活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诶，啊，迄啥人哦，包偌济钱，你着爱共记号斟酌。迄白日来背地诶呢，哈。有啦有啦，你看拢有登记起来啊。嗯，记号清楚呢。知啦。 你感觉吼，咱龙龙甲春梅吼，因两个敢会幸福，敢会安稳？安稳啦，定着会安稳的。就准讲无安稳咯，咱莫甲当作安稳。但因无讲啊，咱无讲啊，我大家都拢当作足幸福的啊，对无？安尼哦，就咱阁继续行落去啊。婚姻就是安尼啦，无哦，逐工咧放炮咧请人客。 有当时拄着啊，嘛是爱吞忍一下。看袂出来，你搁遮尔有智慧哦！啊，无智慧，是要甲你生活20-30年。哎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就是甲你生活20-30年，啊，学来经验啦，经验啦。好食，新年到嘞，哈，还够有哦。哇，春梅啊，你真正足贤惠呢！透早尔就煮啊遮尔啊济草哦。无啦，简单，够济。春梅，你煮这？糜啊？糜？ 你知影龙龙因兜啊，早起食的是啥无？是饭呢。因兜无食糜啦，啊无食迄豆奶啦、油条、面包，竟然是食白饭呢。我知影，做世人若无食饭，整段时间来，我亏得最实，对无？好啊，好啦，时间啊，原来无早啦。阿美啊，啊你毋是搁有物件要传，我去看看嘞。吼，啊物件食食，通紧转去。嗯，好。嗯。紧食。 你在告白？啊，你看好未？差不多。哦。剪好，收好。啊，你重迄包安尼尔。重要早的就好啊。啊，若无重要吼，我再甲你寄过。嗯。好，来。啊，你这？啊，这我要怎办？这吼是你较早的生活啦，你即摆已经嫁翁啊。 爱恁翁过新的生活，有听无？妈吼，要甲你上最后一课。以夫为天。 咱查某人伫个厝诶，都爱丈夫；叫翁婿了后，都爱丈夫。后摆哦，你一定着爱好好照顾你家己翁婿、家己家庭、家己诶囡仔，因为家庭幸福，着是查某人诶幸福，无啥比这搁较重要。过去诶，着过去。 即嘛，爱向前行，你着爱向前行，有听无？嗯嗯，好，啊该款款嘞，紧款款嘞，对好啊，啊物件紧款款嘞。 虽然妈妈这样说。 不过，我还是想要把这些过去留下来。就像我以前对二哥讲的，没把以前的那些事情写下来，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 嗯，啊，你先来吃。啊，顶礼拜有没看到出来？好。哎，再给你吃东西哈。再见。再见。真是需要少年夫妻老来伴，对吧？赶紧，来。要创啊？要播啊？播什么啊？我顶回去阿美啊办嫁妆的时阵啊，因店内面有件衫足水，想要做互你啊，但迄个布也袂去买啊。 连你我最错的。哎呦，都已经老啊，真是要上看。哎，都有啊，看要上看。你总算想起来吼，我也就是你袂记你啊。吼好啦，花灯哦，袂记就袂记你啊。啊，我也无送你出去啊，免啦。哎哎，无啦，顺便出来行行看看啦，吼。我知影吼，安尼你才袂想阿米个啦。嗯，稍等下。哎，你要做？摕钱包啊，出门免带钱哦。哦，好啦，较紧。啊，我知。较紧个哦。哦，知影啦。我伫草路山，人会老咧。我来拿。不用啦。全部交给我，可以可以，我可以。 还有啊，以后家里的开销也全部交给我，赚的钱你自己留着用。春梅，实话我想跟你说，我先转过去。你先背对着我啦，这样子，有些肉麻的话，我在你面前讲不出来。好了。 师妹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，能够娶到你。从小到大，我知道我是长子，所以要很乖，要努力读书，不要让爸妈操心。所以什么事情都表现得很好，大家以为我很乖很听话。 但是只有你理解我，知道我什么话、什么想法都放在心里面，而且你也帮到我。你知道我们要去台北，怕我爸妈没有人照顾，所以就用嫁妆钱帮他们买了一台最好的卡拉 OK。 让他们可以找出北给别人唱歌，互相营造。谢谢。哎呦，谢什么啦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、啊。所以我希望能够当一个理解你、帮到你的好老公。那。 你把手给我，左手还是右手？都可以。你用感觉的哦。哦。谢。 谢谢你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谢谢你愿意要做我的好老公，我也会尽力做一个好老婆，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嗯。最近啊，电视上广告的那款热水器啊，要是放到我家的话，我会很高兴。为什么要送礼？如果你像我一样，家里有3个小的，上面还有4个老的在伸手，我看你哪里来的志气？老师叫洪龙龙，当你们的数学老师。喜欢数学的请举手。我说上次给你那个感冒药啊，你收到哪里去了？啊，你有去边检查一下，我跟龙龙两家共事嘛。